할렐루야. 아멘. 할렐루야. 아멘. 感謝上帝，主会听，欢呼充满在咱中间。有咱每一天，通活在上帝的心内底。相信这，这是上帝稳定的开始。每一天，你爱好好珍惜，活在上帝美好心内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阿爸上帝，我渴望我的心拢伫你内面。每一天，我伫听候你美好的心意，也应该讲，我伫积极来到你的内面。伫你的厅内面，我一切惊吓拢总除去，通我的心充满信心、盼望，甲主耶稣听。愿上帝你丰富充满我，予我有对来美好敬拜，也一颗心渴望来亲近你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名祈祷。阿门。我最近三中有一阵对外国来的大学生甲高中生，伊啊我嘛是在一位何马可牧师，这牧师我第一摆见着伊，较知影伊来台湾已经有二十冬的时间。每一冬的这个时阵，伊拢会邀请伫美国遮的大学生、高中生来到台湾。遮学生爱家己欠钱来准备，因要来到台湾的费用。了了台湾了，又安排去真侪教会、学校以及因去到日月潭、甲一挂风景区去闻圣经，去甲人讲上帝话。所以有一天遇到伊，但是讲你足辛苦，我看你常常透早七八点就出门，暗时十点、十二点才回来。其中有一个讲，内容我袂辛苦，讲有一遍因去一间学校，伫学校伫遐分享唱歌、演戏剧，然后我马公、我马啊马克公司作用刚来，下骹讲，你要信耶稣无？一些有三四十个老师、学生举手讲，我要信耶稣。我嘛是马克公司惊一下，因为伊以前爱讲吼，大家都不会睬伊。伊即边爱讲的去吼，有人回应，所以伊就特别大学校讲，好只学生甲老师会当留到一个时间，阮甲伊讲话。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心内有足大足大喜乐。我相信伊每一届。或者个高中大学生来到台湾，上帝就予阮感受到真美好个代志。上帝将真水个代志放伫阮个心内底，请只要相信，咱每一只心拢是上帝所安排备办好势，因为上帝将真侪稳定放伫你个心内底，上帝将真要紧个心意放伫你个内面。所以我一起在马可牧师要起在这边下面啦，感受到因带着一只耶稣基督的听来到台湾。有一天如果买单，咱买单去到需要的所在，从你的听甲因分享，因为咱分享也是你家己迄颗心是耶稣基督的心，因为主的心伫迄个所在。就稳定甲快乐。我相信上帝透过咱的心，伊不断爱咱，伫扩展咱的生命。虽然服侍是真侪时阵是付出，甚至是袂当的，但过伫个过程中间，上帝透过这个代志伫扩展。所以这个囡仔真趣味，每一款食早，我发现伊早顿也无啥食着。因为吃不下，所以马可牧师的牧师娘就讲：“这个囡仔真奇怪嘞！哎，台吼，这堆经济西式的汉堡、三明治，哎，台吼吃不下。哦，所以讲，伊就偷偷小小责备这囡仔讲：‘你是安怎？’这囡仔话讲，真正是味道不一样。啊，不过话讲，唔是啊，实在话是真心内真欢喜哦，甲巴肚拢袂枵。”真奇妙，使伫遮个囡仔来到台湾有半个月时间，唔
过因看到台湾是一个真水的所在，看到台湾是一个因所袂当想象的所在。伫美国加州，这个大学斯坦福大学边有一个研究中心，这个中心咧叫啥物？内底工作人员咧研究人的感情、痛、行为、信心，才真侪人的感触的，才真侪功能。这是咩研究吼？后来我也看到因内底一寡相关的这个个案，伊讲有一个人接受到心脏移植了，哇，拢真好势，伊生活真正常。啊，未开始发生一寡代志，就是伊以前真爱听古典的这音乐，哇，常常爱安静坐伫迄个所在，伊开始感觉愈听吼愈艰苦，伊开始听爱听。爱听迄个摇滚音乐，我即摆去街头听摇滚，伊感觉心内创，伊开始会跳会跳。啊，伊太讲啊，你是安怎？嗯，无，我感觉这音乐听起来哦，足欢喜。佮等伊除了因太太，佮特别放迄古典音乐听，讲卖放啥啊，听袂落去。太太讲奇怪，啊，你毋最爱听吗？你看，只有足侪你以前底非常贵的古典音乐，你爱听吗？讲我听袂落去咧。有真侪兴趣开始改变，以前我食甜的物件，即摆开始爱食。一寡看车方向嘛改变，伊就开始想讲，啊，我是安怎？所以当伊转到病院的时阵，请教医生，医生，我心脏移植，甲食的兴趣的改变，敢有关系？这医生想想讲，敢有啥物直接关系？后来医生去找到这个个案，伊讲将心脏移植给你的人是一个少年人，照伊的老母、爸母的反应，讲这囡仔真爱听古典音乐，真爱食甜的物件，有一挂兴趣，就是比如你即马所爱，你即马所爱兴趣，差不多就是这少年人的兴趣。我医生要惊一个，这个心脏藏伫我的身体内面，为什么伊真侪物件来变作我的？啊，搁一个个案讲，另外一个嘛是心脏移植的个案，真好势，真平安了后，啊，要开始有一个，较无就是常常感觉伊脚脚变痛一个，而且伫困的时嘛痛一个，看电视、食饭时嘛痛一个，哇，感觉开始愈无平安感觉。当然是因为这个心脏移植的问题，所以产生啊这后遗症。医生去调查了嘛，知影这个心脏移植后遗的是一个，互人误差误杀的后壁，他先把对枪拍落去，所以伊只要马上死亡，迄个心脏就刷来到第七个人身顶。伊想想感受的迄个痛，就是哈，迄个人伫死亡进程。啪一声，迄、那个身体痛痛，所以常常伊会突然间痛一下，真痛，还讲袂出啥物理由。即个真侪真侪个案，伫即研究中心内底，因开始发现讲，原来人的心脏毋是只有一个心跳的功能，即心脏是有感觉的，甚至心脏是有记忆。伊从咱人生中间真侪记忆藏伫你的即个心脏内底，伊有记忆。啊，另外一个学家安尼讲，讲心脏即心脏移植，名是一个器官的改变。伊啥物？伊是人的痛、感情、人格特质，拢伫即个所在。所以人的心是有感受的，人心伊真正有伊存在必要。所以上帝所创造的真奇妙代志，毋但是伊只要心中有感觉，伊有记忆，我相信上帝咱心意内底，伊就真要紧的意念藏伫内面。所以圣经讲啥？圣经讲，你的财宝伫叨落，你的心也伫遐。咱的心，若是心中记忆有感觉，
迄、那个看袂到心，其实咱知影，迄是一个想法，是一个观念。当你将迄个你上要紧的物件放伫迄个所在，你的心就伫遐，因为你的集中所有的心力放伫迄个所在。我换句话讲，你的心啊，真要紧伫迄个所在，你将所有的困难、所有的稳定的代志，感觉拢会集中伫迄个所在。你看，上条咱心意这么要紧，要透过一种你心意的表达，让咱感受到你的心安怎的想，你就会成做什么款式的人。所以咱心真要紧，因为你的心安怎想、安怎思考，就将你带往伫迄个什么款款式、什么款人格的一个人。所以真欢喜，咱即马在上灵粮经线课程。我知影张士东牧师伊伫教面非常非常有伊的温顺。我相信每一个人当咱透过这个课程，你予你的心意愈来愈欢喜，行伫上帝心意内底。因为你知影，伫上帝眼光内面，你是一个甚物款人。几年前啊，我甲一个团体。啊，去到马来西亚参观这个机构，叫做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。其中只是一个做普通残障人，看起来无啥物特别，嘛无啥物真侪人。后来阮到伫伊个一个小小会议室，伊就伫遐唱歌，甲阮分享。啊，这是我伫中间啊识识的一个朋友，叫做王文雄。有一个名叫做友善城市运动协调员，就是这些人吼，会去到这马来西亚真侪所在，伊甲分享，讲恁要怎用听来支持这些斗三工这些残障的朋友。唔仅讲听，也谈讲伫耶稣基督稳定内底来当做个领受这稳定。咱来看伊啊，伫迄个时间。声音可以把它转出来吗？所以当伊在弹吉他时阵，阮所有人拢看到啥物？看到迄双啊弹吉他手，伊的手是咱一半，伊的镜头啊嘛只有两支，啊不过伊弹真好个吉他，唱真好个歌。伊不用讲，以前伊一定将伊的手藏起来，伊无予人看到，伊有一支甲人无共款个手，伊敢有做足见效？做歹势，伊唔敢伫人面前将伊手摕出来，所以伊都用伊习惯用伊倒手。真侪时代讲啊，你手是安怎？因为手看唔着，看袂着，真歹势人讲我的手。后来伊开始来到伫即个协会参与这个活动，伊开始接受一件代志。因为上帝嘛接受我的手是无同款，上帝也透过我的手无同款，开始同别人讲，恁有机会当参与伫即个关怀协会内底，你会当做伙来关心真侪残障的朋友。这是另外一位我认识的朋友，伫2003年，伊是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，伊无读册。不过伊家己研究
读真侪册，了去考试，来达成大学的证书。伊有真侪真侪只个专长，拢是家己读册来得着。这个朋友真无简单，伊嘛写真侪一挂。讲伊对一个学生，真学生同款来到伫这个所在，慢慢成长。伊嘛成做别人的先生。伊的太太是台湾人，伊太太是东海大学社工系学生。有一摆，社工系去到马来西亚参观访问这个机构，伊的太太就计划来到这个机构去做实习。其实要实习这个朋友陈建校，人拢笑讲建校，伊的名真正是建校，但过。伊讲，伊开始知影，伊的性命无见效。伊的太太开始甲伊交往，当伊太太当伊甲伊的爸母讲，我要甲这人结婚的时阵，伊的爸母惊起来。什么人你唔找，你也要找这个人？因为对出事开始，伊身躯只有皮甲骨头，完全拢无肉。伊规身。规身躯无到二十几公斤，因为伊差不多是无任何的即个好的身体，伊出门一定爱有人来抱起来，去坐伫一个真高的坐垫内底，因为伊脚床底无肉，坐起足艰苦，所以伊必须爱坐伫一个真高的坐垫，开当顶当。所以不管啥物去到啥物所在，都需要人为伊做即个代志。啊，不过伊开始透过伊身体的特质。伫马来西亚，唤起政府甲当地真侪人来关心需要的朋友，所以对一个感觉真健小的身体，总是伊行出去到外面的时阵，伊开始看见上帝使用伊，予伊来成做影响这个世代真要紧的人。用我一生，亲像一场戏，亲像一个梦。我对从卑微的所在行到伫马来西亚上大的城市，我伫遐开始生活，甚至开始代表协会去到政府机构，去到真侪人协调抗争。伊身体真无好势，按过讲的真大声，又伫遐甲抗争，去要求当时的政府单位、官员，或是一挂社会团体。爱关心的这需要的人，透过这个代志，让真侪人重视着这弱势、残障的朋友。所以后来我知影，这间看起真细间的协会，他们内底有真侪上帝真奇妙的人，上帝透过这个人，让真侪、真侪搁需要的人领受稳定。我要讲心，上帝讲咱心真正能处理真侪要紧的代志。所以圣经讲才讲，咱心有信、有盼望、有听的快乐，这也是上帝所给咱的。因为心有快乐去相信，你的心有快乐去相信一件代志，相信上帝的稳定。你的心有盼望的快乐，在抓班惊吓中间，当别人都已经失志。当放弃的时阵，总是上帝透过你的心，在迄个时阵，让你有一个盼望的快乐。上帝嘛，让你的心有痛的坚持，因为伊愿意让你继续坚持下去。所以，在真侪需要的时阵，请你记，上帝透过伊让你的心，去内面有真要紧的稳定，有真要紧上帝眼光。有真正见上帝心意，上帝透过这个，予你的心内底有丰富对上帝价值观，有上帝稳定的快乐，予你命改变你家己，来伫影响这个世代。所以当来到伫迄个真关键时刻的时阵，咱会感受到迄个心非常要紧。我想你会记哩。甲耶稣做受定的两个人，
这两个人因犯罪受受判刑，定十字架。也了一个因做因的攻击耶稣讲：“你唔真够，你上帝囝，你叫上帝来救你。”所以另外一个人，伊毋是安尼。伊即边迄个人讲：“咱受定死是应该的，啊，毋过耶稣无犯罪。”伊外头大家所讲，耶稣，请你纪念我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有一项代志，真侪时阵重点毋是咱看到什么了，重要是咱看到了你安怎咧思考，你安怎咧判断，迄、那个结果就是你的眼光所产生的。在韩国战争的时阵，有一位牧师的家庭，被共产党入去。共产党就安排在一个公共所在，然后真多人在遐看，在遐审判这个牧师的家庭，来讲，你用这个无影上帝话来白去证人，即摆吼。只要你愿意讲，你讲的是唔对的，上帝是不存在的。来，我就话，让恁全家拢，让恁自由。如果你不爱声音，我即马就啊，让恁换台。我这牧师听了真艰苦，因为伊有太太，甲伊个囡仔拢在身躯边，囡仔开始嚎，因为囡仔开始惊，所以囡仔嚎愈大声，这牧师心内愈艰苦。那时阵，牧师开始唱诗歌，俄罗上帝，都开始唱牧师的唱牧师娘的声。后来牧师继续唱，遐在嚎的囡仔也做伙唱诗歌。所底下看的人，点点无出声。这诗歌愈唱愈出声，愈大声。要来大刷，愈来愈侪，已经看不到伊的颔骨啊！伊要继续咧唱歌，继续咧唱歌，继续咧唱歌，一直到所有的土拢看满咧唱歌的时阵，要哪像听到对土脚发出迄个俄罗上帝的声音，所有的人点点无讲话，啊，毋过真侪人拢流目屎。而且代志过后。有真侪人因安尼，因真侪基督徒。伊讲，我唔敢出声，因为我知我若出声，我会受歹势。啊，毋过底下有真侪真侪朋友，因看到这代志，因心内感动。讲一个家庭，一个牧师，一个囡仔，为着上帝名，因选择死亡。特别是听起迄无像个囡仔讲，讲咱来欢喜，今仔日咱要甲上帝做一食暗饭。所有人听到，当时听到时，心内拢想讲，啊，伊是咧讲啥物话？啊，不过当这代志了后，真侪朋友开始知影，因目睭所看到的，甲阮是无共款的。因敢讲有真侪对上帝来会听。信心甲愿望，才会当时我无。啊，毋过当我开始相信上帝了后，上帝将信心、愿望甲听，放伫我内面。听下这，上帝伫个心内底已经将信心、愿望放伫你内面，当你个心。也上帝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你会感受到你的心就有很大的气力，通突破，通改变，因为你的心里面有上帝奇妙听的作为。每一个心，你会当让上帝带着你的心，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，充满气力。上帝带着你的心，
愈飞愈悬，因为知影你的心内底有上帝，你的心内底要予真侪人，因为你来大大受着稳定祝福。请你记住，上帝透过你的心，将信心、毋茫甲疼，放伫你的内面，每一工，予咱欢喜，活伫上帝心里，当心来祈祷。阿爸上帝，你的奇妙超过我所想象，你将这奇妙开达，将这稳定丰富享受伫我内面。阿爸上帝，予我通将我的心交伫你的手，因为安尼我就真正无有惊吓，因为安尼我就知影我一生拢活伫你信心、毋茫甲奇妙听内面。阿爸上帝，感谢你将我的心永远交伫你的手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